谢谢你，我就原谅我，再回到事实上，我就有一句话，有一句是破坏夫妻沟通的关系的，那就是你讲你懂个屁哈，你懂个，当你讲这样的时候，我不但是孩子、妻子、配偶，讲这样的时候，下一次我就不讲了，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在牧会里面。我也甚至看到教会的领袖，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然后就讲你不懂，你少讲，就在牧师面前了，我真的就是心里很难过哈，这个是的确是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哈，这个好那讲到这个钱，这是我很这是我的这个不是专长我就讲我们的故事好了。当我在求婚的时候，我就在刻意安排在海边，然后夕阳，然后海鸥在飞，然后海浪在这上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说：“你愿不愿意做我一生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孩子的妈妈？”哈，然后她当然，她立刻回答，就说：“我愿意。”我的这个可是她讲得太快了哈，我的心里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定是为我的钱，我将来我要做医生，一定是为了这个来的哈。所以我说不不不，我们退后就退后，慢慢。我的海鸥等海鸥飞过去以后，然后我再问了一次，我说我们将来，你还记得我跟你谈过，我们说我们是有心要服侍的，啊，所以是没有错，我也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走到走进做麻醉。所以这麻醉也是很赚钱的，所以我这诚实话哈，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赚那么多钱，可以是，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坚持的就是我们对钱的看法是一致，所以夫妻对钱的看法一致，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会过得蛮痛苦的，而且呢，一定也会很多的冲突。那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都彼此有这个相信，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是来自神，我们只是一个神的管家。第二个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是有一个满足啊，神已经给我们许许多多了。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一直在新婚的时候也是做了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们就用我们当时40年前我们两个一起在工作的薪水，这是我们将来我们在用的。我并不是说我们在这种故意装穷，因为我们赚的远比那个多好几倍。可是我们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将来我们要服侍，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薪水刻意就压低。那其他的钱我们存起来一半是给。孩子的教育费用提前，另外一半我们就是为了将来是事工的使用的奉献。那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不是说你们将来你们要再做传道人，而是夫妻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啊。那只要你有这样的认识的话，那就会简单得多。那我也还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彼此的。花的钱都不是那种这种要买最好的，我们都知道给孩子的费用、教育费用，这是钱最好的使用方法。那我只讲这一点点哈，钱我认为，我们这里学习到钱最好的那几件事，你要做钱的管家，不要做钱的奴隶。那当然就是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那就是钱能够买最好的。不是衣服、汽车、房子等等，是买两件事情，一个是孩子的教育，第二个那就是买美好的回忆啊。那当然，回忆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哈。这个我都不在。其他的呢，我们都是能够享受的啊。我们也是别人说哦，你们常常去旅游等等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又却都是用买最便宜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就再提回来，
我们对这个彼此的这种家庭，我们比他的兄弟姐妹，比我自己的妹妹他们都富裕，然后我们也愿意帮助。那对父母亲，那当然是一样。我就跟我太太讲，你需要你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需要什么钱，你就给。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小气，我听到以后我一定会很伤心。你就给就好了，那同样也给我爸爸或者给我妹妹，同样的，那我就没有事情。所以好，我就讲到这里。事业经营、财务管理，坦白讲，刚才也不是从钱的本身来看，但是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我觉得根据个人的所谓的恩赐或者是才能吧，哦，还有呢，到底这个事业是怎么样的事业，财务是家庭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这种经济啊，还是因为有事业，当然这个财务就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一些我觉得都应当先考虑那种情况，再加上因为我们的事业跟家庭生活又不能够完全把它分开。你在经营你的事业跟你的家庭生活，那个时候也许确实，譬如说孩子很小啊，孩子接连的几个都来，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夫妻就要协调出是谁以什么角度为主为重，那这个叫做分工啊，哦，然后大家分工，把财务的管理跟财务的这个投资哈，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分配，当然两个要一定有一个共识了啊，哦。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在谈到。经营跟管理啊，我觉得之前刚才李牧师也稍微提到，像我们都知道夫妻的有钱跟没有钱，其实都会有财务的问题，都会有管理的问题，因为那个背后最敏感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信任、不透明，你心里面有防卫的心理，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不一定是像李牧师在财务上。比较丰裕一点，我们也看过平常的，甚至于很拮据的家庭也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哦，那个就是所谓的信任跟透明的问题。第三，钱的问题，不管是事业，不管是管理，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忘记了这个钱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们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话吧？夫妻之间。让一方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一方说你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也是我的钱，好、哦，那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在既然进入到了婚姻的成为一体，什么叫做一体？性爱也是一体，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体。另外一个一体就是从我的跟你的，将来变成以我们的为主了，对不对？所以你的钱不，因为。就像师母，她是一个师母，她也在服侍，但是我没有很遗憾。不过你知道，我们的服侍当中，师母有这么多的装备，有这么多的服侍的经验，可是她从来没有因为服侍而有一块钱的收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哦，可是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钱都是我这个牧师赚的，我怎么样，薪水怎么样来的？不，就算没有。贡献赚钱的这个收入，这一分钱的人，你还是先提我，你赚的钱，我赚的钱都是我们的钱啊。如果这个你有一点动摇哈、啊，你就开始会产生很多很多，当然那个时候就会计较、争取、冲突、那个管理的问题啊、投资的问题啊，大家就极力要，因为已经有私心在里面了哦、啊。那么我想，上帝如果。祝福我们财务多，当然责任也比较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谁负责，一方面当然就是看刚才我说的，以时间、以情境，还有以他的兴趣跟所谓的他的才能哦。我要做管理，我也会啊，
可是我们家当然传道人的收入有限，不过我可以真的告诉大家，我们家家庭的这种有限的收入，我从来没有一次干预到师母在做所谓的负责，因为他终究是比较细心，他会做账、哦、然后他会比较知道说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哦、但是呢我知道他不是只有说因为这是我负责管理的钱，所以我就变成是据以为有、哦、一样要有这个我们的前提的这个观念，那将来谁负责谁主导，那个就比较好办。嗯，那我就要分享一点负面的例子哈。在这个财务管理上面呢，我可以说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呢，我完全都一头雾水哈，完全全权交给我的先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的先生我对他非常的信任，他也对我非常的透明。那虽然我们也不是说很多的财务或是需要管理，但是呢我就觉得说他既然他在经营这些财务的话，那让他自己去做，那他也非常的支持我的这个服事啊。那像刚刚叶牧师提到的哈传道人很多时候是要做这个义务的工作，所以呢我是养不活我自己的可是呢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用他的钱好像是用他的钱，我是觉得是用我们的钱哈，因为这个最根本的地方就是那个信任，那个信任在那里，然后非常的透明，那有安全感，然后有合一的感觉，所以就不会去干涉到太多。当然我有时候会问一问，那有时候他很忙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担心，就像刚刚叶牧师讲的哈，我不是不会，只是想说他既然都已经这样子，我就是全